今天早上我要做一个鸡蛋蟹柳的三明治，然后再切一点黄瓜加进去。往这个鸡蛋里面给它加一点蛋黄酱，或者是沙拉酱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你想吃什么酱就加什么酱。再来一点黑胡椒粉，버려야 되는 일이 너무 많기에 아쉬움을 달래려 노래를 불러 너를 위해 yeah. 그녀는 매번 잘못된 남자를 만나고 상처받아 그럴 거란 걸 알면서도 来做一个小的购物分享。首先是买了一对这样子的耳环，很可爱吧？它是这样的小花的样子，这种我很喜欢的咖，算什么色啊？咖啡色，但是是透明的这种，这个耳环戴上就很好看。虽然有时候头发长，可能耳环也不一定能露出来，但是你露出来的时候，在耳朵上就是一个很好看的点缀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很细的这种珍珠造型的戒指，这个也很便宜，但是我把它买小了，应该买大一号的。大一号的话可以戴在这个手指头上，可能会稍微宽松一点。现在这个尺码就是只能戴在这个指头上。不过，跟旁边这个金的搭配起来也是挺好看的。我很喜欢这种简单造型的戒指。然后我还买了3包泡面。这个是一个韩国的炸酱面，我一会儿就想煮来吃，就迫不及待煮来吃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哦。那天看吃播的时候，看有吃播在吃，觉得看着真的很美味。我一会儿就要煮它来尝一尝看。
尝一下这个韩式的炸酱方便面，还挺好吃的，味道有点淡。然后我现在晚上吃饭转移到这个位置了，因为可以看电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石家庄
封城的第三天之后又加七天的第一天，本来第一开始就说封三天嘛，然后让大家一起做核酸，做完之后就是在家待着，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天，三天最后一天，然后政府又通知再封七天，我觉得可能还会再更长吧，因为看有的朋友家的小区是直接通知是说14天，也不知道还要封多久。然后特别幸运的是，我就收到了古之优品寄给我的礼物，这个是在说石家庄都在居家隔离的前一天下午放下班回来，我取回来的快递，就是稍如果再晚一天我就收不到了，然后正好收到这些，我就最近在家就可以吃。真的很感谢古之优品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大家就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也知道，就经常分享他家的好吃的。那趁这个视频的空档呢，我就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的礼物，因为正好要到年过节了嘛，分享的这些呢也都是非常健康养生的，我们过年可以囤的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当礼品的。首先是两个老朋友，黑芝麻核桃黑豆粉和红豆薏米粉，看他们的包装也是特别可爱特别好看的。黑芝麻核桃黑豆粉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喝，因为核桃有特别好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嘛，我就给我妈送过一桶，她特别喜欢，因为它也不是很甜，而且核桃还有头发特别需要蛋白质和相当多的褪黑素，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年轻人有脱发啊还有失眠困扰的这种，像核桃黑芝麻黑豆这类的食品我们平常就应该多吃一些。而且这款粉粉里面还加入了木糖醇，就不是特别甜但是口感特别好，我的视频里原来也喝过这个，经常熬夜和有脱发困扰的朋友都是可以喝的。然后这个是红豆薏米粉，送给老人家或者小姐妹都很合适，因为它是可以去湿气的嘛，它里面有木糖醇跟草莓丁，口感也就特别好。然后这个是礼包里的另一样，是谷物水果麦片，这两款粉也是可以搭配这个麦片一起喝的，这个麦片里边都是那种独立小包装的。下面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新品红糖姜茶，大部分女生应该都会对这个感兴趣的，我本人就挺喜欢的，它是用红糖跟生姜熬制的，非常的甘甜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尤其现在是冬天了，天气特别冷，像我们就是这种体寒啊手脚冰凉的女生都可以喝，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姐妹都特别实用。它里边也是这样一颗一颗小包装的，就随便拿出来一颗泡都是很方便，我觉得这种很方便携带，像我现在是上不了班出不了门，如果能上班的话我就把它这样带到公司，你在公司随便拿一块泡在杯子里喝都超级方便。因为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的，尤其是我们河北这里，然后尤其是我们石家庄这里，然后每天都有很多新增的病例，因为也快过年了，我就希望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可以保护好自己，做好防护，千万要戴好口罩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尽量就不要在外面吃东西了，能自己在家吃就在家吃，能带饭上班的话就带自己带饭上班，我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你都做好防护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尽量不要聚会了，像本身年底可能就会有很多公司开年会什么的，反正我觉得能避免的聚会还是要避免的，毕竟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。快过年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养生，做好防护保护自己，都健健康康的，加油。
smile when we were talking.